仙人在我心中在徘徊。我闹了总会还，你闹了就逃开，在失去中我慢慢的变。可以吗？可以的话就这样了哈。是不同步的未来，却把书包中的日记更改，把虚伪的尘埃也全部都掩盖，把每次心痛都当成活该，把心慢慢的释怀。 我抽个大粑粑，我抽。那这样的话，这样可以的话就这样了哈。放心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我给你下播吧。好嘞，后天正式播吗？后天我不知道呢，我把这个什么都弄完了的话，差不多后天就正常直播了吧，应该差不多了，后天应该差不多了，可以是吗？我还以为你回来之后不会骂我了呢。那你说话别那么欠儿好不好啊，你只要不那么欠儿的话，我为什么要骂你啊？总不能这样一直被动，幻想中我的梦总会过分要命的凶，在过去每个时候我都会受伤的念头。别把你就算我是你的小小狗，也总会你是我的铁杆。那你做的真爱团任务吧，你真爱都没有了。那要行的话就这样了哈，行的话我就下了。哦，我要改6953了，你再不回来改吧，6953没事儿，6953没事儿啊。要这样效果，这样效果可以的话我就下了哈。视频可以了。我们今天又完成了一项任务，调视频，现在非常之完美。等我的那个补光灯到了之后，我直接给他退款就可以了。我又可以退200块钱。然后呢，我现在是负债20块钱。刚刚我没跟你们说，刚刚我不是跟你们说我卡里还剩500块钱吗？然后呢，刚我调视频，我花了520，我给人转了一个520块钱，那20块钱还是我跟别人借的，借了20块钱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卡里呢是零元啊，还有零元。所以呢，就是明天如果我要是把那个补光灯要是退了，我还能退300多块钱，非常之完美。兄弟们战友们，我准备就是视频我已经调完了，我可以 see you 啦啦了啊， see you 啦啦了，我们回见了您嘞啊，回见了，拜拜。把我直播通知各一个，没有做真爱的把真爱都看一看啊，看一看，拜拜，我们回见。拜拜。疼不疼，痛不痛，对，回见了啊，回见。这种事被